哟，还有图标吗？啊，很难的样子吗？这有难度啊！人机还是人机，其实，人机还是人机，没有什么难度。人机能有多难？对吧？估计哦，是吧？啊，乌迪尔，我来说不难，对你来说就很难说了。你算了吧，你有多菜呀、啊？我去，你菜的要死！来比人头来，来比人头来。来看比谁人头输，来。来，看谁输。这不是我吹牛逼，单手吊打你，这谁懂？这能有什么难度啊？孙悟空、木乃伊、炼魂大发明家、兽灵行者、四神之力，我操！还有皮肤啊，对面啊，电脑啊也还有皮肤啊，垃圾。这谁懂？这个末日阵亡不会治疗或购物，阵亡前不会治疗或购物，快点回去战斗，死亡时间减少，召唤师时间，什么东西？我去上吧，啊，是不是？我去中，我去中，你们去下，啊！随便，你觉得我中，我哪中，边我打中，得好，你我去中，哪边？我中，我打中，我打中。炸弹人跟那个，盖爷啊，盖爷去上吧，盖爷去上。然后卖孤寂啊，能卖就卖啊，害他，碾碎害他，一直害他。10次击杀伤害减免，20次击杀金币。30次击杀，韧性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选啊？我选哪个？怎么选啊？这右上角怎么选啊？啊？不用管吗？我不能点的吗？坚持15分钟，我坚持15分钟，哈哈，搞笑，搞笑，傻爆！就是说我杀对面10个，然后这个伤害就减免了，是吧？有 boss，垃圾。灭亡之路，短得超乎你的想象。怎么这么多技能？什么鬼啊！来跟着上，跟着！我操！垃圾！垃圾！别急，垃圾一样的。这么多技能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没用啊！我等会就杀了。垃圾！你这死啊，哥哥啊！我操，这个都打不死啊！我操！啊，攻击怎么这么高？啊！估计死2次了，估计啊，一个没杀到啊，估计啊。哎，这不是估计啊，大头不是估计啊。盖爷杀人了，盖爷，哎，牛逼！肯定有什么用？但是刚刚带点燃的嘛，带点燃他死啊！哎，好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！
哎呀呀呀，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，好他妈猛，别骂。哎哎，我操，你们打架壳顶不住他的圣盾庇护什么意思？大魔王屏幕什么意思？谁过来帮我干可以的啊？我操，到了好久，牛逼。这个在选什么？选鞋子，鞋子一个，然后然后出这个咳咳圣盾庇护是什么鬼啊？战争之王攻击四次施法，我操，不会吧，有点胖。荣耀我的妈，感觉他蓝都用不完啊，你先蓝出了。哎我好胖，我操我好胖，你妈怎么这么屌，他妈是人机啊。走走，我死了，我真的要死啊。他们还无限技能难道啊？不行我回城，不是啊，换个路，估计这个故事啊没用完，换个路吧，来换吧换吧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操，他们还有蓝 buff， 这什么鬼啊？盖爷，怎么还有野怪打过来？我操，救我呀！尼玛，这怎么这么多大？该救我该啊！我操！哎，双杀！哎，我操！估计啊，你要出来，估计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估计你要输了，估计啊，出个幻影之舞还是出电的？出电刀吧，伤害高一点。估计你不行嘛？他们被打成这个逼啊！我操，秒杀！哎。垃圾啊，估计垃圾啊！看到实力了没有啊？看到了没有？中间那个太他妈变态了，中间那个。我操！这么厉害，对吗？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！他妈真他妈狠！估计现在是一个人头，盖爷救我，盖爷！
受不了了，去中了，他们团中了好像。所以找机会啊，找机会偷一波，找机会偷一波，找机会偷一波。来，盖爷上，盖爷上，盖爷。这他妈这技能，我操！估计双杀四杀，估计啊！他妈技能甩的，我的天，受不了了！这他妈狠了，他妈狠！三杀！哦，顶不住了。上去扛一下，谁能上去扛一下？这个，哇！他老子一上来就死了，这技能甩的我看都看不懂。我的天啊！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！盖爷过来救我，盖爷，来帮我一下。他们这个不会打野吧？他们，我去打个野，我去打个野。没有了吗？小龙抄家了，小龙抄家了。马回来，马回来。我的天，太他妈疯狂了吧！我根本就没法上，我一上就死了，秒上！我的天啊！啊，近战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模式，带着个木乃伊来。真的是秒杀，我操！真的是秒杀。我的天！估计六个人了，估计。他妈乱甩技能都能甩中。我能不能推？我能不能推对面的塔？啊，能不能推塔？哇，这么大！我要找活单挑，活垃圾，不发单挑。我操，两个人，我操！不行啊，不敢上啊！我的天啊，这你妈这难度受不了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呦，盖爷啊，快帮我啊，盖爷！
他估计都九仓了。盖爷，我对不起你，盖爷。对不起你，大题目开始了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！50000的血，这只能用 AP 打。被抢到人头，那、啊、我来干了，我站住，站住他！450的攻击力啊，这么厉害！盖子，盖子，你怎么看？对不起了，盖子，对不起你啊，盖子，盖子，我对不起你，盖子，啊，真尼玛，这算错。